肚子小吗？啊，我肚子小就给我都浪费了。我吃得了啊，吃不完的，我吃得了啊。也吃不完。这个小的好吃还是大的好吃呢？吃不？小的好吃，小的才是吃的鸡皮，小的才是。家人们，那个大的瓜老了。来直播间，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这个小的好吃的扣个一，大的好吃的扣个二。我们看一下曲布他有没有说谎啊？他说这个小的好吃，我怎么感觉那个大的要成熟一点，大的要好吃一点呢？那个小的年轻一点好吃嘛，那个大的老了，都已经什么？大的都已经老了，这个小的年轻，小的好吃，大的都已经老了。大的已经老了、啊、不是越老越好吃吗？怎么会是越来越好吃啊？是啊，这个是刚出生的，然后很脆很脆的，这个的话咬着都很难咬了。这个你还想不想吃土豆？想，我想吃土豆。你想吃土豆、啊、那你给我小的、啊、我就要这个，我就要这个大的。 你这个嘛，你这么刚刚你就说一个不是曲布、嗯、你不是说小的好吃对不对啊？那你这个曲布啊，你那么大一个人物，你就吃这个好吃的，我就吃这个不好吃的啊。吃个不好吃的吧、啊、你吃个我就吃，不要，我就吃这个不好吃的。来，我就吃这个啊，不要，我吃那个不好吃的，我吃那个不好吃的。家人们他不好吃的他要自己吃怎么办？家人们，我肯定要吃不好吃的，你快点吃好吃的，快点。你看，家人们，他那个真的好吃吗？来，给我，不是，你给我，我就要吃这个。啊、来，你吃、这个、你还想不想吃土豆了啊？我想吃啊。你想吃就把它给我。你，不是你再上去摘。来，我帮你拿一下，你上去摘。来，我帮你拿一下，我。来，你对，两个都帮你拿。两个都帮我拿。来，对对对。这个、不吃不吃，来，这个、你给我。你给我嘛，你给我，我帮你拿着，你再上去摘啊。那我再上去。家人们，要不要吃呢？哇，我再看到一个好大的一个了。哦，又看到大的了是吧？对。家人们，要不要把这个大的咬一口啊？啊，这大的不要咬，大的。不咬不咬。那个大的不好吃。家人们，大的不好吃是吧？哎。那我觉得好吃的话，我能不能吃？啊。我觉得好吃的话，能不能吃？你吃那个小的、啊。家人们，我要不要咬一口？小的。支持我咬一口的。扣个一，哇，好香啊！家人们，支持我咬一口的扣个一。哇塞！它在上面，它在上面，家人们，它在上面。家人们，好大的梨啊！直播间家人们看到没有？要不要支持我咬一口？你们都扣一是吧？我就咬这个大的。哇塞，好大的梨啊！真的。吃都吃了，不管了，家人们。哇靠！哇不，这个是最大的。我咬了一口。阿妹。啊。我放下来，你帮我拿得动吗？啊，就是你等一下。我帮你抱你一下吧。家人们，我把它的咬了一口。就是你摘到了大的，是不是？我摘了一个很大的，来。这个。你把那个大的给我，你把那个大的给我，我帮你拿。这个是吧？啊、嗯。哇靠啊！给我们。哇塞！直播间家人们，直播又摘到了一个很大的。这个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，阿美刚刚那个给你吃吧。啊！刚刚我那个大的给你吃的，我现在我吃我这个了，现在我已经吃了啊，你吃吧，嗯，现在吃我这个了。那你把现在这个手上大的也扔给我，我帮你拿。大那个不用了，阿美不用了。啊，用来吧。不用了，我放在我屁股上面。屁股下面啊？你不用，你扔下来吧。哦，不是了，屁股都有点装不下了啊。装不下是吧？曲布啊，你把那个大的扔下来，扔到这个位置来，我就不吃，我就帮你拿着。然后那里不是还有一个吗？家人们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我手这里还有一个，有点模糊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的扣个一，看一下。家人们有看到的扣个一，看一下，曲布能不能把那个摘下来？这个是吧？啊，你现在手里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吗？你把那个很大的扔给我，我就不吃嘛，我就帮你拿嘛啊。啊、你扔下来啊！你不要吃哦。什么？你不要吃哦。啊，我怎么可能会吃？来，你扔下来。你帮我拿在手上，我扔下来了。啊。
啊，我要是吃会怎么样？吃不？啊、你不要吃吧，不要。啊？家人们，这个家人们，这个好像更好吃。家人们，我们要不要学一下吃不平时的无赖？我刚刚说不吃，要不要吃一下？家人们，你们要不支不支持我咬一口的？咬一口，支持我咬一口的扣个一。家人们，你吃这个。支持我咬一口的扣个一。你吃这个。啊？你吃这个。我不吃啊！家人们又来了一个，支不支持我三个都咬一口的？家人们要不要三个我都咬一口？别咬！你咬了娃怎么吃啊？别咬！啊！别咬！你咬了娃怎么吃、啊？这是我堂哥家的，又不是你家的。别咬！别咬！这是我堂哥家的，又不是你家的。别咬！别咬！但是我不摘的话，你能摘得动吗？你不摘摘不动吗？学他，直播间家人们要不要学一下直播，把这些都咬一口？但是你们觉得不要让我学他的话我就不学，但是对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？我现在要不要把曲布的这两个咬一口给他都要咬一口是吗？就是学什么样不是，对什么样的人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，对不对？你们说我只咬一个呢还是咬两个？那我把这个也咬一下啊，家人们。家人们，他好像下来了。这个还要不要咬？我在那没，我在那。没事啊。啊！哦、爸爸，我这。啊不。不是说让你只吃一个吗？你怎么把我的全都咬了？啊！来，你吃，你拿着，你拿着。我不吃。我现在把全部土豆都在咬。我咬土豆。干嘛？我咬土豆。你咬一个土豆。我把你全部土豆我都咬了。我要。土豆不能咬。我咬土豆，我咬土豆，我把这个土豆都咬完。好家人们，家人们，你怎么还有一个屁股上面的、啊、屁股上面的呀？哪里的屁股上面啊？那我不吃，你钻在那里的，谁想吃？你吃快点吃。嗯，不吃。你吃吧。不吃啊。你吃啊。你吃。我不吃。你吃。我今天有点拉肚子，肚子有点不舒服。你吃。我不吃，我土豆没有熟的。我全部咬。干什么啊？你抢我土豆，那么又抢我土豆啊？什么又抢你土豆？你把我的你全部都咬了。这是你的吗？这是我的呀。家人们你们看，这三个我都咬了一口。家人们，这就是这直播间家人们对曲布是不是就要用这种方法？家人们觉得对曲布这个人就是要用这种方法的，扣个三。我们不扣一，不扣二，扣个三。你拿着我的土豆，你好意思吗？啊？你拿着我的土豆，你好意思吗？你拿着我的梨，好意思吗？我什么时候拿着你的梨了啊？我只是咬一口，怎么了啊？那我也是只咬一口。我只是咬一口。那我也只是咬一口。一口，一。我也是咬一口。给我，啊，家人们，这个火有点，你看你一在这里，我上货就收不到了。每次你在，人家都不拿给我，人家就懒得看到你，看到你，人家害怕把那些卖上货的钱都被你拿走。你看我们村里的人，扯不，你把我玉米，你看。家人们你们看，把我的玉米看一下，这还能扯不，你把我玉米你看、啊、家人们你们看，把我的玉米看一下。